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ary。今天是新西兰时间2月18号星期四早上的7:30。那么奥克兰地区呢，已经在昨天午夜的时候呢，下调到这个 Level 2的级别，全国其他地区呢回到 Level 1。那么这个 Level 的级别呢，将会在下周一呢重新的被评估。那么现在在社区里面呢，一共有6位这个现存的这个确诊的案例，那么分别来自于2个不同的家庭。那么他们特点就是呢，都有家庭成员呢，在这个 Papatuitui 高中上面上学。那么现在呢，一共查了这个31位的这个紧密接触者啊，在这个高中里面30位阴性，1位阳性，1523宗这个所谓的次紧密接触者，查了115位。159位都是阳性，都是阴性，然后其中有1位阳性，还有363位呢还在等待这个结果。那么这个高中呢也是一直会关闭哈，直到下周一。那么另外一边呢，奥克兰的这个废水这个测试已经出来了，并没有找到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这个水的环境里面呢有这个 COVID-19 这个病毒。那么今天媒体也是爆出来，这个最早确诊的这3位朋友呢，并没有用这个 COVID-19 的这个 APP 哈，那么仅是通过他们的刷卡记录跟这个访问呢，最后呢得出他们去过这个地方的一个列表哈。那么确实来说，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准确的，因为仅靠记忆的话呢，有时候人还是会忘记东西的，而且呢，并不是说你去所有地方呢都会刷卡哈。所以呢，用这个 COVID-19 这个 Trace App 的这个重要性呢还是非常的高的，因为呢，假如你把蓝牙打开了，哪怕你去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如果你没有扫码，那么还是会通过这个蓝牙技术呢，把你的在场信息呢传到另外一个人的一个手机里面，从而呢发回这个 database 里面，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那如果在那个地方呢刚好有个确诊的患者呢，你把蓝牙打开呢也是会及时呢给你这个 app 推送这个信息的。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商业的用户来说呢，确实是迎来一个好消息啊。那么不仅仅是这个 alert level 的变更，那么更多是政府呢提供这个金钱上面的这个支持。如果你能证明给政府看，从 lockdown 以来你的 performance 掉了20%到30%或以上的，那么就可以申请呢政府给您的资助。那么这个病毒学家 Michael Baker 呢又出来讲话了，说政府呢昨天把这个 alert level 调回到 level 2呢，并不能说不合理啊，因为并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广泛的这个 community 的这个传播啊。那么主要还是基于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吧，没有办法好把这个 alert level 呢调回到这个第二级别。那么另外一个奥塔克大学的这个教授呢也提到说，现在的这个究竟是怎么进来的这个病毒呢，还是呢不清楚。那么很可能呢是一个边境的这个失误。那么他也评论到，也很可能是一个海外回来的这个患者呢，在这个酒店里面隔离呢14天之后呢都没有被查出来，然后呢回到这个社区里面，那么传染给其他的人。那么专家也是说呀，现在政府之所以这么快的把它降到第二级别呢，很可能呢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基因的数据哈，证明这个新增的3位案例呢确实呢是在最早发现那3位病例那边所获得的病毒，那并没有来自于另外一条传染线路。那么这个情况呢让我想起去年8月份的这个小爆发，最早在这个食品的冷冻加工厂里面，那么的病毒呢后来呢传染到这个离这个工厂不远的一个诊所里面，感染了一位医生，这个医生也是最后呢不幸的去世了。所以呢这个病毒呢是非常的狡猾哈。那么呢妈妈这边公司呢离这个边境这么近哈，跟这个有高危边境接触者的这个直接或者非直接的这个接触呢，从而感染到这个病毒的可能性呢还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希望政府呢要重视这一边的这条线路啊，那么从而呢找到最早的这个病毒传染的来源。好，那么现在就给大家说这么多，我们下午有什么更新的消息呢我们再给大家更新，谢谢，拜拜。